说哪种语言，我们都将在英雄联盟留下属于我们的传奇。Relentless, you'll survive.
这里是中国北京，欢迎来到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现场的召唤师们，拿出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欢迎战队。来到总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就是三星战队、SKT 战队，呐喊声欢迎他们。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去年总决赛的亚军战队，欢迎三星。 LCK 上路单杀王 QV， 征战赛场多年的传奇打野选手 Ambition。LCK 春季赛 MVP 强力中单 Crow， 新生代 AD Carry Ruler， 团队强力指挥 CoJJ。同样欢迎替补选手 Haro 以及教练员 Edgar。 现场的召唤师们，让我们再一次欢迎三星战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三届全球总决赛冠军得主、卫冕冠军 SKT。自登上总决赛舞台，志在追逐冠军的上路 Huni， 季中冠军赛 MVP 打野 Pina， 冠军中单 Faker， LCK
CK 王牌 AD Carry Ben。三届冠军辅助王。同样欢迎他们的替补选手 Blank 以及教练 Koma。让我们再一次欢迎 SK Telecom T1。英雄日出传奇，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现在开始。They are the undisputed